轮到陈泽文，不断的试探步，还是右侧，还是同一个方式打中，球进算，没有加罚，球权交换，2-2。果然，我们第一场开局开得非常的炸，但是谁先收掉比赛？这下没有让曹邦直接出手，还在，继续变向，对抗住。再拉回来到右手投篮手 Bingo That's perfect 曹峰，曹峰，你的厂牌要率先出战，我打百分军团，打二哥 Ready Let's go。 李庆强二哥上来的炮头不中，大东收下这个篮板给到曹峰，梅艳南把球给排出界，好，这样，这二哥别急啊，二哥看看两队谁能够先拔头筹。韩德龙也是一位前职业球员，看看这下直接找一个三分，球打在后框上，现在是职业对职业，哦，这下二哥在突破进来之后撞到大东身上，还能完成出手，自己把篮板拿到，造成犯规，他们打的没有。李庆祥身高190公分，体重87公斤，今年31岁，也是一位前职业球员，他曾经在两个比赛当中拿下过单场100分以及107分的个人得分。 OK， 来自西部赛区百分军团先拔头筹，两发全中，西部赛区百分军团2-0开局。大东左侧拿球掉给曹邦，曹邦从右侧长驱直入，再给到跟进大东 Big Man and Big Shot。 曹邦与大东篮下连线，展现出了两位在磁器场的默契。两队2-2打平，攻防转换，百分军团的进攻机会。二哥掩护之后一个三分机会没有把握住，哦，梅艳南手够快，把球给救回来，给球队多一次进攻的机会。掩护，再拆开内线就是 Louis 的天下。也是打三打三之前，我以前是江苏青年队。曹邦会有一个回应吗？曹邦也找一个掩护之后，胡宁，这是他的甜点位。That's three。曹邦淡定的用招牌的干拔三分成功反超比分，他好准啊！对啊，更，再给到李金祥，能不能还一个？没有，现在5-4，磁器场反超了一分。大东掉给韩德龙，过掩护观察变速。右侧误盖掉，李庆祥紧紧的贴防，老道的经验判断精准的盖掉了韩德龙的投篮。时间看着时间啊，3秒，防守，还有3.7秒进攻时间，拉开，这下曹邦非常直接，给我点空间，球给到我来解决这3.7秒的问题。点开 and bingo！ 哇！Clutch Factor， 曹邦再续两分，7-4。曹邦可以。再续两分，7-4。有点东西啊。路易斯上对上大东，这时候就知道墙有多么厚了。直接贼爆他！你看那小腿。看时间两秒。百分军团的进攻时间仅剩2.1秒。李庆祥这一下抢一个，喂嘿！李庆祥同样大心脏，在进攻时间仅剩0.5秒时收入3分球一个。球出界，磁器场发球。大东，出来呀！他只能投篮了。好，开始，别说了。看教练开始骂人了啊！对上梅艳南，
制造一个身位，卡一下再出手。梅艳楠拿到球，这是梅艳楠第一次来到比赛，双胯下之后过掉，再往前突分，找李金祥，再找路易斯对抗，又撞墙上了。梅艳楠命中，这是梅艳楠的处子秀，这也是梅艳楠的第一记进球。他比这些所有的网络都要强，他只是现在没有球权，他给二哥在传。10-7，现在百分军团反超了。韩德龙在寻找机会，给到大东手中，他要坐打路易斯，进攻被打断了。但曹芳心领神会，迅速赶来支援，可惜没有持续手感。再拿一个进攻篮板，再给曹芳，底角位，又是进攻篮板。韩德龙在右侧，篮板保护出来，给到李金祥瞄一下。曹芳和李金祥两位的三分，这两个回合都没有投中，手里手交给曹芳，再拆出来，梅艳楠漂亮的抢断，慢慢打，慢慢打。好，这下曹芳给盖掉。哎，不用急，不用急。韩德龙试一试，也没有，但自己跟进，找到进攻篮板。主理人曹芳，看看顶着 in your face， 10-10。场下叫二哥，场上我就不管你是谁了，无论是谁在面前，我就是要投，就是要进。比起大心脏，也许我的那颗更大一些。10-10，再次打平，又是梅艳楠。梅艳楠帮助百分军团13-10，这下带倒了，给到大东，进来之后，好的，两分拿到。哎呦我去！12-13，现在持球的一方是白色百分军团李金祥，突到罚球线，这下再给出来，短了一点，大东。回到曹芳，现在两边一分的差距，又是曹芳再来一次，这次右侧没有投中，篮板球，白队球，白队球。大家看到我们的经理人和教练都已经站起来，第一场开场就这么刺激吗？一分差距，百分军团领先一分，找掩护，这一下漂亮，球领人，好球，造成犯规。那小孩就投篮，不让他投，懵了吧他们？罚球，一罚中。你体力 OK 吗？体力 OK， 多做假动作往里面突一突，他们现在都累了，好不好？路易桑身高208公分，体重115公斤，14-12，第二罚没中，大东收下篮板，给到曹芳。找到空间 ，nice， 两分放进。中杆 ，let's go。I love it, dude, bro. It's a bucket, man. 14-14，再次打平。韩德龙给的防守的强度很大，接下来一直在身后追，李金祥还是能找到投篮的空间，漂亮，路易斯点进，快发出来，韩德龙给出转换，三分命中，比分犬牙交错，两边交替领先，你该如何判断这场比赛？犯规，别关系，别关系，别关系，给他犯规。这一瞬间发生了两次得分，这场再次领先一分，但时间还有1分44秒，一个假投篮再撤出来，小打大，对于李金祥来说，他的选择突底线，造犯规，跟堵墙一样的，被墙给顶出了底线外，没事，别犯规了，站着啊，这是犯规方团队第4次犯规，如果再犯规就要罚球了，咱两个犯规方的第两个两分就够。此局17-16，领先一分。
球权在落后方，百分军团这边。二哥现在观察一下掩护的位置，到里面之后变向，再找梅艳南。梅艳南今天有两个三分的表现，这下没有传球空间了，再拿出来第三个吗？差一点，防守防守，不着急不着急，领先。实际上领先一分，曹方稳定住节奏，还有不到十秒进攻时间。这边呼叫掩护，大东没有看到。再变向走一侧，时间一秒。哇！无视时间，无视防守，无视任何动作，漂移投篮三分投中，这就是 clutch factor。20-16，百分军团还没有放弃。篮板球，梅艳南这下球救下来，给到的是曹方。曹方再来，曹方再来。这球如果打进，曹方将直接杀死比赛。再中，比赛结束。这就是瓷器场，这就是曹方，这就是灌篮的第一场比赛。那现在我们的选择权依然在北部赛区，我们二课打野路子。准备，比赛开始。一上来，黑色的一方野路子率先进攻，董梦超篮下就要一个两分，要到这球打得很坚决，打得很果断，两分是一个很好的结果。虽然一开场被偷了一个，但 ARK 现在开始反击，让我们来看看 ARK 的进攻。齐秦南提前变向，外线进来之后还一个，这球稍稍力气大了点。主理人陈泽文，看看在中路的突破，背转身自己再来，短了。哎，何老天这下拿到，何老天赶紧一个两分就4-0，好球！比分现在4-0，二克还未得分，看看这次进攻要怎么打，进入状态有点慢。这下要出球，注意时间还有2秒的时间，篮板球往外打，这下出界。